Satın açtığım bölgen. OK， 这个第四关的巨蟹传说副本啊，传说副本的巨蟹第四关啊，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副本啊，没什么特别的，也是同样先王奶妈阵力，然后随便加个单体啊，射手配贵鬼啦，单体的话，或者六分配米罗或者六怪兽。跟其他平时以前的副本也一样了，没什么特别的需要注意的。小宇宙也没有要求，速度也没有要求，先杀最右边的第一个人啊，然后就陆续把左边两个人，就先王和蜥蜴杀掉了。看谁有风盾，身上有风盾那个人不要去搞。比如说现在蜥蜴桌有风盾的话，就不要杀他，先杀先王啊就好了。中间那个透明的就不用搞，他留着最后杀就可以了。真的没什么特别，我就不说话了，让你们看到最后吧。谢谢收看啊，记得帮我点个赞哦，谢谢。我去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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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浪